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闪电灵感。今天呢，要尝试用这种胸带视角来测试一下。如果经常看我视频，朋友可能会知道，我总是把它戴在头顶上面，这样可能来回晃动的时候，画面不稳定。但是固定在这个胸口的话，它的稳定性会提高很多，可以没有明显的晃动吧。好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吧。今天我要去菜园了，所以好，我们出发吧 ，Let's go！ 拿上电池。啊，看看，哇！拿上电池。哎呀，哇，这就像一个大的冰箱。走了。今天雾霾严重啊。OK， 啊，小狗已经吃完了，估计是再带了一些。嘿嘿嘿。
我这边。下一个任务。哦，我是配到了这个胸带配件，才可以挂在这上面的。我想录一段骑电动自行车回家的一段路程，下班回家的路程。好的，那我们出发吧 ，Let's go。
Yeah.